大象他们被困住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我们得先把大象救出来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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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大象，你快离开吧！你们认识大象吗？大象，大象。看，这里有香蕉。嘿，哎，哎呀，嘿，哎，哎呀，啊，嘿，嘿，嗯，孔雀，我们把孔雀也救出来。嘿，哎呀，你们看，孔雀得救了。你们有谁认识孔雀吗？孔雀，孔雀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差点摔到泥潭里。嘿，我们赶紧把小鹿救出来。看，嘿，嘿，哎，哇，小鹿得救了。耶耶！你们有认识小鹿的吗？小鹿，小鹿，救援任务完成。耶、yeah! ！哎呀！哦不，奶牛被抓住了，我得去救它。奶牛应该就在那边。哎呀，妈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们可不能被这点困难吓倒。嘿，你们看，这也太简单了。哎呦，哦。这里怎么有道石桥？旁边还有一些机关啊！我知道了，应该是要解开机关，石墙才会打开。嘿，看，这是三角形，应该装在哪个位置呢？嗯嗯，这个位置不行。哦，耶！哎，啊，嗯，我们把奇趣蛋敲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嘿，啊哈，原来是数字三。你们认识数字三吗？它有点像耳朵。看，这有一个桃子。哦，哎，嘿，哎，啊哦，嘿，龙虾，哼，你们认识奶牛吗？我们喝的牛奶就是奶牛产的，以后可要小心点哦。邪恶的龙虾，你就好好待着吧。耶耶，拯救任务完成。
生什么事了？一个大冰块，让我来把它砸开。嘿，原来是数字五。数字五像什么？像一只海马。哈哈。数字五应该放在哪里呢？数字五应该装在这里。耶耶！哈哈。小朋友们，看，我们有大炮。3、2、1，开炮！哎呀，耶！哈哈！你们看，原来是数字四。数字四像什么呢？像一面旗帜。我们去把它拿过来。我们把它装在车上。数字四装在这里。原来是不二在搞鬼。哼，我要让它好看。这下不二就消停了。嗯，这样大的冰块要怎样打开呢？石头，有了，我们用石头把冰块砸开。原来是数字三。数字三像什么呢？它像我们的耳朵。我们把它搬到车上。数字三要放在哪里呢？应该装在这里。耶，嘿嘿，任务完成了，我该回家喽。路中间有一个奇趣蛋，嘿，奇趣蛋里会有什么呢？我们敲开来看看。嘿，没有反应。哈，原来是正方形。我们把它抬到车上。嘿，正方形放在这里。肯定还有奇趣蛋，我们去找找。嘿，你们看，这是一个白色的奇趣蛋，用挖斗把它砸开。哦，里面是一个菱形，我们把它搬到车上。菱形就装在这里。耶、yeah! 你们看，对面有一个蓝色的奇趣蛋，我们得把大炮推出来。发射。原来是一个长方形，我们去把它搬到车上。长方形应该装在这里。挖掘机又发现了奇趣蛋，我们过去看看。
面是颗五角星，我们把它搬到车上。嘿，嘿，五角星可以放在这里。哦耶！再去找第五个起居蛋。你们看，这个起居蛋是紫色的。我要怎样才能打开呢？哈，有了，可以用炸弹炸开。看，这是炸弹。哎，怎么还没炸呢？哇，原来是平行四边形，去把它抬到车上。嘿，平行四边形装在这里。太棒了，任务完成了，我该回去喽。哇，土坑挖好了，赶紧把树苗种下去吧。这挖掘机可真是太棒了。啊，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冻成冰块了？哼，原来是不二搞的鬼，不过现在管不了他了，我们得先把挖掘机救出来。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哎，汽车，我们来开汽车撞碎冰块。哎，冰块怎么还没有碎啊？得想个更强大的办法了。哎，我们用大炮来轰一下试试。哈，有效果，继续开炮。耶，挖掘机得救了。哼，可恶的不二，我要给他一点教训。炮弹发射，嘿，哼，不二不敢再过来了。我们去看看挖掘机。挖掘机看起来并无大碍，我们来继续种树吧。这里的泥土可得压实一点。把这棵树苗种在那边的土坑里。嘿，就是这里，把树苗小心地栽下去，再压压结实。哎，你们看，后面还有一个土坑，也要把树苗种上。勾起这一棵树苗，它种在这个土坑里。好啦，今天就工作到这里吧，拜拜。哎呀，差点摔倒了。啊，不好，动物们怎么都被冻成了冰块，我们得赶紧解救它们。斑马先生，别担心，我马上把你救出来。哼，这怎么还没碎呢？哇，冰块碎开了，太好了，斑马得救了。你们认识斑马吗？斑马，斑马，嘿，啊，不，老虎也被冻住了。哦，太可怜了。嘿呀！
老虎也得救了。你们认识老虎吗？老虎，老虎，你们看，只剩下小鸡喽。我试一下用脚踢吧。耶！嗨！你们认识小鸡吗？小鸡，小鸡，让我来数数看，都到齐了没有？老虎、小鸡、斑马，都齐了。为了安全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嘿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Oh no！ 哦不，水果被偷了，我们得去抓捕小偷。嘿，嘿，你们看，这里有只小浣熊。小浣熊，请问这是你的屁股形状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屁股有条松大的尾巴。看来水果不是小浣熊偷的，我们再往前搜寻。看，前方有只小猪。小猪，小猪，请问这是你的屁股形状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屁股上有一条小小的卷尾巴。原来小猪的尾巴是卷卷的，小小的，和图片上并不相符。会是谁偷了水果呢？哎呦！我可不能让坏人得逞。嘿，小鸭子，请问这是你的屁股形状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屁股是这样的。原来从后面看，可以看到小鸭子的翅膀。孔雀，孔雀，请问这是你的屁股形状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屁股后面长有很多大羽毛。水果也不是孔雀偷的。你们看，和图片一模一样，原来是老鼠和不二偷了水果，我们要把它关起来。哎呀，哦，你们看，这里有好多个奇趣蛋啊，我们下车去看看。怎么办？这该怎么办呀？咦，盒子，我们把奇趣蛋装到盒子里。看，这是一颗紫色的奇趣蛋。这是紫色，你们认识什么蔬菜是紫色的吗？没错，茄子是紫色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粉色的奇趣蛋，把它勾起来，放到盒子里。这是粉色，你们认识什么水果是粉色的吗？没错，水蜜桃是粉色的。哦，那边发生了什么？
我过去看看。哎呀，糟糕，奇趣蛋被冻成冰块了，赶紧帮它砸开吧。到底是谁在捣鬼呢？原来是博二，我得给他点教训看看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下他就不敢再捣乱了。我们继续装奇趣蛋。就装在这里吧。这是绿色，你们认识绿色的植物吗？没错，草是绿色的。是什么？这里怎么会有脚印？难道昨天晚上有怪物进来过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们去寻找真相吧。嘿，我们往前走，看看会碰到谁。嗨，天鹅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不是的。我的脚印是枫叶状的，这不是天鹅的脚印。我看到了小蛇。嗨，小蛇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哼，搞笑，我连脚都没有，怎么会是我的脚印呢？哦，抱歉抱歉，打扰了。原来小蛇是没有脚的。这里有只小狗，请问这个是你的脚印吗？哦，不是的，我的脚印是梅花状的。好的，打扰你了。原来小狗的脚印像梅花。看，我又碰到了斑马。斑马，斑马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这不是我的脚印啊，我的脚印像月亮的。哎，好吧。那到底是谁的脚印呢？不会真的是怪物的吧？啊，沙地上的这个脚印，怎么和这个脚印一模一样啊？哈，原来这是我自己的，耶，果真不是怪物的脚印。是什么挡了道路？原来是一群奇趣蛋。嗨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把奇趣蛋装回盒子里吧。开始喽！奇趣蛋，别跑啊！看，这是一个橙色的奇趣蛋。终于抓到你了。放到盒子里。好像不太对。哈，我知道了，奇趣蛋要和坑位颜色一一对应。橙色奇趣蛋放在橙色的坑位里。你们知道什么水果是橙色的吗？没错，橙子是橙色的。哇，山上有一颗蓝色的奇趣蛋，把它勾下来，让我来把它甩过去。一、二、三。你们认识蓝色的水果吗？没错，蓝莓是蓝色的。嘿，我要悄咪咪的靠近。嘿，你们看，这是一个红色的奇趣蛋，就扔在这里。哎呀，哎呀，
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红色的水果吗？没错，荔枝是红色的。红色喜鹊蛋，你别跑！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！真是个好机会！嘿，你们认识黄色的水果吗？没错，芒果是黄色的。你们看，石头后面有个白色的奇趣蛋。哎，不好，我要逃跑了！看你能往哪里跑！耶，击中了！挖掘机，跟我过去敲冰块。终于抓到你了！放到白色的坑位里。哎，有什么水果是白色的呢？对了，山竹的果肉是白色的。好像还差一个奇趣蛋呢。好，原来在这里。嘿，终于抓到你了。黑色的奇趣蛋放在黑色的坑位里。你们认识黑色的水果吗？好像桑葚是黑色的。小朋友们，我该回家去喽。